各位老年中心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你好。今天呢是正月的初十二，那么呢，我先代表秦时光经济团呢，给各位老年朋友拜个晚年。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精彩，我们首先呢先请我们的齐淑芳京剧团的艺术总监丁明奎老师给大家贺词，有请丁老师。各位老朋友，为什么说老朋友，因为我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这儿练训练排练，所以跟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春节呢刚刚过去，这个元宵节即将来临，所以在这儿呢也我也给大家拜个晚年，同时呢也祝大家元宵节心想事成，幸福快乐健康长寿。今天呢是齐淑芳京剧团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新年的慰问演出，同时呢也是齐淑芳京剧团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的系列之一。齐淑芳京剧团呢是1988年5月16号应那个重庆文化艺术中心纽约的他们的邀请，当时我们只来了5个京剧演员和2个昆曲演员，是我们以私人的身份来到了纽约，主要是为重庆成立5周年他们的活动我们参加了。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呢，纽约呢当时的情况呢是几乎没有一个专业的京剧演员，京剧的艺术人员，所以我们当时留在纽约呢，就我们这几个人再加上一些我们的洋学生，当时就加上票友，我们演出了全本的《白蛇传》。当时演完了以后呢，引起很大的震撼，就是他们觉得多少年几十年也没有见过中国大陆来的演员演出，觉得那么好。他说他说齐淑芳简直是又文又武，加上我们这些艺术水平都非常高，所以他们非常的欢迎我们。同时呢，纽约时报呢也给我们很大的赞扬。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也再三的挽留我们，希望我们在纽约呢能够把京剧艺术水准呢提高，能够再把中国的京剧艺术呢深入到美国观众去。所以呢，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呢向中国的领导呢提出了辞呈，当时也给他们写了信辞呈，所以我们当时就留在了美国，成立了齐淑芳京剧团。所以有时候他们在网上说齐淑芳带了30个人集体叛逃啊什么，这都是荒谬之谈，简直是胡扯，没这么回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当时留下来以后呢，我们从几个人几个专业的京剧演员开始发展到最后中国的开放，一直到现在我们团呢有100多个人，都是专业的，都是从国内各个省各个市来的精英。我们呢在纽约美国大的演出公司叫 Arts Power 这么一个大的演出公司做我们的经纪人，给我们做了每年都给我们安排很多很多场次演出。我们呢走了几十个州，为大学小学中学包括学前班还有老人会各个社区去演出，我们演出了将近1000多场几千场，然后观众呢达到几百万人次，而且呢这些大多数都是洋人看我们的演出。所以呢我们是到处宣传中国的京剧，同时呢我们也是到纽约的各个大剧院去演出，
我们当时我们也70多个人排练了全本的《杨门女将》，到百老汇登上百老汇剧院演出全本的《杨门女将》，受到很大的欢迎。这个呢，同时呢，齐淑芳也获得了美国最高的艺术成就奖。当时的总统小布什，还有那个喜来利，都亲自给齐淑芳写祝贺信，祝贺。布什总统说，有感谢你为美国的多元文化做出了贡献。喜来利呢写的信也挺好，说通过你的艺术把我们两国拉得更近了。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辛苦的得来的荣誉。同时我们齐淑芳京团有今天呢的成绩呢，也是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从美国的政府一直到社会团体友好人士对我们大力的支持，以及各个团体，包括这个老人会对我们的支持，供应我们这个排练场练习。齐淑芳，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到这边来练功，所以呢，今天的演出呢，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艺术回馈给社会，所以今天的演出是一个感恩的演出，也是感谢你们，所以希望你们呢，能够看开心，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中国新年，好不好？我就感到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到第一个节目是川剧变脸，那么它是来自中国四川川剧院的祖先生，那么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呢欢迎他的演出，谢谢大家。
谢谢祖敏怀。那么下一个节目呢，是非常幽默的喜剧，叫《打城隍》。这里面呢有四个丑角，非常非常的喜乐。那么主演呢是我们秦淑芳京剧团老年的艺术家，叫韩奎喜，我也许大家都知道他。那么我们呢以热烈的掌声观看他们的精彩演出。好主意吧，good idea， good idea， 跟我走，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进来，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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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是视察一带一路去了。你们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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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衣服在家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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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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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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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哎，我穿上这个，就是城隍了。哎，对，您就是城隍爷。哎，哎，他就是判官了。哎，他就是判官。哎，这您得换帽子。哎，帽子啊。这你拿着。好嘞。我也换上。你穿上这身就是小鬼了。哎，我就小鬼。哎呦，来来来，我告诉你们啊，待会儿要是没人来呀，咱们就在这儿聊会儿。要是有人来呀，千万别出声，别动弹啊。OK， 我听您的。哎，咱们还得演习演习啊。演习演习。哎，对。看我的啊，我先演习啊。哎，您看您的先。先给你们摆个 pose， 这怎么样？不对，这不对呀、啊。怎么不对呀、啊？坐下。哎，坐下。好，坐下，坐下，坐下。哦，您坐下是吧？得拿着板儿。哎，拿着俩腿。哎、劈开腿儿。啊，劈开腿儿。劈大点儿。怎么样？有样了吧？有样，有样。哎，瞅我这个。该你成功了，哎。对，赶紧判官，判官拿着，右手拿，对，左手拿笔，来，好，有样有样，哎，瞧瞧管你的，就瞧我的啊，我说啊，哎，前腿蹦，前腿蹦，后腿蹦，后腿蹦，哎，小鬼小鬼，龇牙咧嘴儿，龇牙，咧嘴儿，挑眉毛，大脸。今有秦始皇大闹，这个大兴土木，大兴土木命咱哥俩捉拿懒人。是啊，我说伙计，哎，转悠了半天了，一个也没拿着。这怎么回去交差呀、啊？哎，伙计，哎，来到了城隍庙了。哦，哎、这城隍庙是干什么的？城隍老爷子啊，闻听人言呢，城隍老爷子可灵了。哦，咱们哥儿进去啊，给他老人家磕个头，哦，上上香。哦，怎么着？哎，进去看。那咱们去求求他去。对呀，走进去吧。走。哎呦，您瞧瞧，多有灵气儿啊！哎呦呵，一个一个的，是这么回事啊？快下跪下，跪下再说。很灵，咱们给他跪下。哎呦，城隍老爷，我们哥俩给您磕头喽！哎呀，城隍老爷呀，您保佑我们哥俩多拿懒人，我们哥俩交了差呀，给您上大供。哎，哎呦，伙计啊，你看这个城隍老爷子，他不能够老走啊，对啊，我要准备给他一辆宝马车。啊，宝马车。啊，哎，我给他弄双新靴子。哦，我再给他买双好的纱帽，再给他弄个新袍子。哦，再给他镀镀金。对呀，重修庙宇，再塑金山。哎呦，伙计，够了，够了。行行，成了。哎，希望您保佑啊。伙计，哎，咱这供也上了，到那边溜达溜达。哎，溜达了，也许能够抓到老汉。嗯，走。
是车，又是靴子，又是袍子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大哥，你瞧瞧，这供啊都给你了，又是车，又是靴子，我们哥俩什么都没有啊！那怎么着呢？这么着，咱们呢见面分一半，分一半，给我们点儿，分一半，分一半，那车也能切一半给你一半。你到时候换着坐，能换着坐，换着坐。哎呦，又来了！我说伙计，伙计，这供也上了，这头也磕了，他怎么还没有抓到答案呢？哎，伙计啊，我听说呀，这神鬼怕恶人。哦，咱们哥俩呀，他打城隍。啊？怎么打城隍？打他，走，打他。嗯。嘿嘿，你看看你这人模狗样的，咱们给他上供也没抓住，他不灵，咱们得打他吧。弄趴下，弄趴下，趴下。你拿过来吧，你弄趴下。你给我下来，小心点啊，小心点。这好沉呐！哎呦，真的够沉的。又胖又沉。哎，拿什么打呀？这有板子。哦，哎，借我这板子，借板子有用啊。哎，拿来吧你！我先打，你打打他，使劲打！我讲，瞧我的，我叫你不灵！哎呦，我叫你个懒汉！我讲，我哎，来给我，我也出出气！你打，使劲！我叫你当官不作为！我叫你！哎，慢些，伙计、啊，我想起来了，怎么了？别是打坏了。咱们还得这个文物啊，哎，保护文物，保护文物，哎，成嘞，咱们再拿着吧，你再给他搭回去，搭回去，搭回去，你给我起来吧，哎呦，哎呦，哎，再给他，哎呦，伙计，哎，这怎么办呢？你说这，来，伙计，哎。这当官的供也上了，不灵。嗯，咱是不是需要给判官上供啊？那判官又勾着一下，咱们也逮不着啊。哦，哎，对呀，对不对？这判官这不勾，怎么抓不到？对，那先给判官磕个头，上供啊！走。哎呦，判官老爷，判官老爷，我们来给您磕头了。我说判官老爷呀。你保佑我们多拿懒汉，我们能给您上大供。哎呦，我给您呢，八斤重的大鲍鱼。我给你来个全聚德的烤鸭子。我给您这个什么麦当劳的三明治。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咱不能给他太多了。对。哎呦，太多了还是光吃，他不干活。怎么了？我家多了，去那边溜达溜达啊！再去溜达溜达。好。上啊！他说的是那个烤鸭。哎，得了，不是烤鸭呀、啊，上的美国的。哦，三明治。兄弟，哎，别说那么多了，咱俩换换得了。那可不行，我这一桌子海鲜，我自个儿吃，你可不行，你可不行。哎，兄弟，心疼哥哥，等会儿那批供来了。我全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这成了吧？怎么着？你可是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哎，我坐这，我他坐这啊。成，咱们换换。哎，换。哎呀，哎，我得换换啊。来，孩子，哎，先带上。还得带上这个、啊。摘下来，您再扣上。
哎，戴上，戴上这杯子。怎么样？小了点。你得头大点啊！好，快不对呀、啊！快快脱下！走走走，这他娘的出不来呀、啊！来，大哥，来来来，我穿上，我穿上。四老爷，哎，快上来！哎，我穿上这身就成了判官了。哎，穿上判官了。还拿什么吗？还有呢，大哥。拿着布子，又是拿煤，好，够，好，够，够，好，好，够了，我伺候你，我伺候你，哦，对，我把衣服，哎，你来上了，哎，穿着身上你就是城隍了，哎，嘿嘿，今儿我可成了城隍，哎，好，哎，好，哎，好，哎，哎呀，莫愁伙计，伙计，溜了半天，咱们还。是空手啊，怎么办呢？伙计，哎，咱们这回呀、啊，嗯，打判官，什么？咱们还打判官？对呀，嗯，他吃够怎么办事啊？打判官，打，使劲打。哎，伙计，这个判官哪回的？这个判官是。你可带好啊！拿过来吧，你拿过来吧，你。我这又挨打。你给我下来吧，你。哎，哎呦，这个，哎呦，哎呦，这个胖官也这么沉呐、啊！伙计，把小鬼那个板子拿来，再借借。我先打，我打，你打。我叫你当官不作为，来，我叫你不干事，哎哎，伙计，啊，该我打了，啊，你出去去，伙计，咱们这么累，老抓不着，他们上了供，吃了供，还不管用，打他，哎，哎呦，不，哎，漏了，行，我还得打呀，我啊，行，哎呦，来，就打这个胖官，手也懒，哎，打回去。哎呦，怎么这么沉呢、啊？怎么都这么沉呢、啊？给他这个拿过来，笔，拿着，哎，拿着。我告诉你，下次抓不着还打你。哎，气死我了！哎，伙计，啊，过来。怎么着，伙计？有道是啊。啊，神仙好差呀、啊，这小鬼难弄啊。对呀、啊，你说这小鬼儿，嗯，不上上供，对，他不给咱们跑腿儿，还逮不着啊，咱也抓不到啊，也不差这一份儿啊，不差这份，对对，给他也上上供，也上上供。哎呀，哎呦，小鬼大人，哎，我们给您磕头了，哎，给您这个上供好，哎，上供。您那闲着灵儿，让我们那抓两个懒汉。对，我给您，哎呦，我给他来一个山东的大烟叶子。哎呦，我给他来个烟袋锅子。哦，我还给您来一个这个古巴的大雪茄。我给您来100年的普洱茶。哎呦，伙计，够了、哎、够了，大方了，又大方了。哎呀，你选点零啊，选点零，别跟他们一样啊！走，伙计，我在咱们那边溜达啊，那边溜达，那边溜达，别，走。哎呀，气着我了，真是的。哎呀！这俩小子，认准了我了，我扮成判官了，还打我！哎呀，疼死我了！哎呀，你这屁股肿了一块儿啊！就是，兄弟，心疼哥哥。干嘛？兄弟，哎，咱俩换。那哪儿成啊？你刚才人家说了。什么烟呐，什么茶呀，我跟你换，不成不成，不换不换。兄弟，待会儿那批供来了，我全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这怎么行不行啊？全都给我，全都不要啊，什么都不要，换。哎呦，可疼死我了。来。
带着，替我带上。来，我穿上小鬼的衣。小鬼儿，哎，我就是小鬼儿。你也呲牙咧嘴儿，来，穿上，帮忙，来，带上，皮活，带上，嘿嘿，不错，有样，有样。哎，别着急，那不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哎，别拿错了，来，这边拿。哎，拿好了。大叔，哎，大叔，好像又有人来了。赶快，赶快。哎呀，霍哲，哎呦。我又累又饿，你说他们这也不显灵，这怎么办呢？还是没逮着。那，喂，抱歉啊，你说，我呀，觉得他们这神鬼儿也不灵，咱们不打他，咱的气儿消不了啊。打完了他之后，咱们再吃点喝点，咱们想办法吧。这小鬼儿也得打他吧？这次啊，就打小鬼儿。往死里打！你瞧瞧，你这德行！我去那边去。哎，我这边来。哎，你拿过来，我去。老办法，再给他下来，弄他去。弄他去！你下来了！哎呀！怎么他们怎么都这么沉呢？我去，揍他！啊！我叫你。你小鬼儿，你不过，不，哎，我来，把你搭回去，不打了，不打，你不打了，不能破坏我的木啊，伙计，我踹他一脚，我，哎，现在给他搭回去，哎呦，我这啊，这个还给他吧，我一会儿，哦，好，先不给他。伙计，啊，没有啊，你看他这小脸怎么这么脏呢？你说，啊，哦，你啊，看看吧，他眼睛也给灰给堵上了。伙计啊，弄点水给他洗心革面。哦，好，我给他弄点热水给他洗洗脸，来，给他洗洗脸。哎，哎呦，我说怎么听不着呢？这耳朵都塞满了，这是。来了，哎，你呀，啊，你去把他这个衣服给我解开呀，行，咱们给他洗心换面呢。哎，好，来，解开，解开了，这解开，来，溜达点啊。哎，好，哎，哎呀，回来，再来一次，哎呀，这下干净了，哎呦，这是。哎呀，哎，等会儿，这脸不粘的，给他洗洗，全是水。那这样啊，咱们呢
出去溜了，咱们躲在两边，猫咱们看看猫与猫你他们有什么这个。哎，八成都是假的。都待会儿咱们看看。我们走了走了。哎呀，走了走了不灵走了。哎呀。非常吃功的一段这个唱功戏，那么铁镜公嘴呢是由表演艺术家齐初芳老师扮演，四郎呢是由我们这个中国戏剧学院的毕业生是叫李博，那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欣赏他们的演出。名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琴师，叫张正奇。他的最大的特点呢，长弓，非常著名的，长。他的跟有所不同的就是，所有京剧那个艺术界的梨园的京胡，他第一位。你看他的弓子很长很长。其实你待会儿呢，你可以坐在前面一点，你坐在里面人家看不见，能不能挪出来一点？在这，看见了。啊，来坐前面一点。庐山真面貌。哎，你说什么？庐山真面貌。啊，再现庐山新面貌。是它非常有特色，而且琴音拉得非常的好。待会儿你们可以，如果精彩的时候，你们一定不要忘了鼓掌。对。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鼓师，是我们秦始皇京剧团的董事之一，而且他是艺术总监，是我们的那个音乐总监，他的鼓呢相当的出色，是第一流的，也是我们秦始皇京剧团的主要的鼓师。前面的鼓师呢是黄世荣。也是我们京剧院的老一代的非常著名的鼓师，这些呢都是非常。这个做工呢是由齐淑芳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他今天演唱的是张派，张君秋的张派的演唱风格。然后呢这个谁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杨艳辉呢，是我们秦始皇京剧团的一颗新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青年老生，而且非常的出众，他的嗓音扮相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你们呢可以今天非常幸运的欣赏他们的表演。如果精彩的时候不要忘了鼓掌啊。Thank you.
上驸马，自从你来到我国，衣食无载，朝欢暮乐的。这几天，瞧您那愁眉不展的，莫非你有什么心事不成吗？本宫无有心事，公子不要多疑。哎呦，你说你没有心事，你瞧你的眼泪还没擦干呢。出口，现擦也来不及了。本宫心事全有，难说是公职，就是待我升仙也难以参透。慢说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家大事，咱家不猜便罢。若猜呢？定猜他的八九吧。好，今日一闲暇，就请公子猜一猜，你猜。好，闲着也是闲着，待我猜上一猜。我说丫头。
满身无有怠慢，纵有怠慢，也无怠何妨。可也是啊，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慢说没有什么怠慢，总有怠慢，还敢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啊？照我这么说，不是的，不是的。哦，是了。Oh!
是不会明事。怎么，放荡女子连事都不会明吗？是啊。待本宫教导于你。对了，你教给我吧。不也在尘埃，口称皇天在上，放荡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失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日后天把我怎长，地把我怎断啊。跪在尘埃，受口称皇天在上，我芬芳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天把我怎么样，地把我怎么短。哎，我说驸马，到底是怎么长怎么短呢？哦，要你忠心对天一表。呆子，你当我真不会明事呢？啊，给你抱着对咱家明事啊。Thank you.
讲话，怎么在阿哥身上打搅啊？你说你的，还拦着我儿子他不撒尿吗？啊，同志，啊。
结束，另外呢，就是祝大家健康长寿。